是新宇，我又来了。我今天呢开400多公里啊，到达了吉林省华甸市。我现在呀在一个小山沟里，四周围呢全都是山。这里的山沟里啊只有8户人家，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哈。今天呢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东北真正的小山村生活。大家有没有知道我后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来给你们了解一下。我现在带大家环视一周，让大家仔细看一下。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呢挡上啊就可以在里面洗澡了，唯一不好的呀就是露天儿的呀。这个上面呢是有木头的，等到夏天的时候啊在上面放一个太阳能的热水袋，等太阳一晒特别热的时候啊就可以洗澡了。这个呢就是我们东北比较简易洗澡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呀冬天用不了啊，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，等到夏天的时候啊用它冲凉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个呢就是黑色的胶布，等到中午的时候啊太阳往上一晒呀它是吸热的，里面呢洗澡也不会冷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材质，外面呢是黑色的，里面呢是这种白色的胶布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家亲戚的房子，周围呢全都是大山，这面的山呢更高。这个房子的后面啊就有一条小河，听到流水声了吗？这里的水呢都是山上的泉水，一直通往到山下。这个水啊特别的清澈，他们村里的人呢都用这个水做饭吃。山里啊实在是太冷了，今天呢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因为我带的衣服呀也比较少，穿的呢也比较薄。明天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，拜拜。